该是这个价钱。Candy said it is。我是灵感主厨，完全凭灵感，凭感觉。大家都是凭感觉就对了。我新年的愿望呢，就是希望哦，下一季呢，我的主持搭档能够找一位更年轻的，然后更有智慧的，哦，还要更漂亮的，这就是我的新年愿望啦。那我也有新年愿望，我的新年愿望呢，就是希望我们下一季的金头脑，只有我一个人主持就够了。哎，等一下啦。冠名赞助 Sun Rider 仙尼雷德、赛普特精品电视、许氏森业集团、Ideal Legal Group 蒋佩芳律师、枫林旅游，特别感谢